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，乌拉鱼真细尾，那是较大尾，看到金大时，就叫做鸟啊，就是鸟啊鱼。有的字典是写鱼字边，有的字典写石字边。都一句话讲，食鸟啊鱼，撑起。这个意思是讲，代志真晦气，歹剃头，歹处理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鸟，读字好鸟，第五条，毛人读做鸟。到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鸟本地意思是食饱饱。物件真充足，家天有春的意思，咱讲是鸟屋。另外，这个鸟也有用下原谅的意思，咱讲鸟下。若要拜托人鸟下性命，或者是放伊煞，咱讲是鸟命。若是要请人原谅，就是鸟事。另外，也有人说鸟，带大家做回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鸟下，意思就是鸟事原谅、宽恕，可以去放伊煞。第二个词鸟命，意思就是宽恕别人的性命，麦当讲是请别人。原谅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找全校体力上好的运动选手比赛拍篮球、垫高机，还未比完，阿明就喊唔敢，求对方饶命，饶下伊唔知天地几斤重。总算知讲，伊伫大家面头前讲话红声放掉，这是干那讲大声话娘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饶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了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